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头。五月十九号，我们今天我们现在看到这张照片是五月十八号晚上，在西安。西安据说有一个大唐芙蓉园。那呃，习近平迎接叫中亚五国召开中亚峰会，在所有新闻媒体当中都基本上说是今天的习近平的做法。在同一天是跟机七在日本开会的机七。 是对立的，所以是讲着习近平完全抗争中共的，抗争西方社会的文明社会的一切。一般从讨论上是这么讨论的。那我个人因为没有西安去西安，都是三十多年前了，那不知道了。现在不根本不知道现在什么样了。但是呢，他这个场面跟他的说法，啊、呃，整个背景，因为我这是中央电视台转播的，所以我们在节目上不能用。 那他整个背景的故事，我们看到那是一个盛世啊盛世。那他引述的说法，同样也是一种盛世的说法，在他的在他的解解说词当中，大规模的去启用了丝绸丝绸之路的说法和大唐盛世的说法。那这个东西呢，呃，来这么来用，他实际在向。 全球在向世在向世界的人民、向人类社会宣告西式王朝的成立，啊，西式王朝的成立，那有一种万国朝圣的这种含义在其中。在此之前，曾经来过一个非洲的小国，那他在非洲的小国大概那是一个完全独裁的，没有人知道那个国家是谁。但是呢，他在天安门广场，呃，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那我当时看到那故事呢，是他从人大会堂从台阶上走下来，那那那个来宾呢是在下面等着，所以他就在这个非洲小国的独裁者的面前，去表现出他的大国的风范，但那个东西呢就太弱了啊，太弱了，而他自己所推崇的，是五千年的传五千年的文明，要在习近平的手里。 再次辉煌，他要做皇帝啊！这是习氏王朝在演变的过程中走到了今天。那他宣誓就职的那天是三月十号，到今天到五月二十八号，我算不出这是多。到五月二，对不起，到五月十八号，我算不出他是多少多少天。但很有趣，在三月十号，在这一次他连任中共的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时候。 没做任何说明，那二十号结束，三月二十号结束，然后迅即就到了俄罗斯。这是我们看到的。我跟大家解释，你看到的他习近平个人的做法，跟他之前就完全不同了。所以，共产党包括中共二十大，成为了他习近平走向王朝的一个跳板。呃，在当初二零二二零二二年二十大结束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解释过。 中国共产党政权结束了，习氏王朝开启了。那他他的做法在中共党内做法，他是完全利用了党内的一切，他也毫不顾及任何东西。他架走了胡锦涛，然后把把江泽民送死了，暴尸于阳光之下。江泽民是被他暴尸于阳光之下，啊，大家看起来是隆重的。 他实际是完全在羞辱江泽民，这样的话，在世的活就是二十大之后活着的故事，活着的人跟死去的人的故事，就在他自己权力的演绎之下，在他借助共产党的统治的一切之下，在完全表现成为他个人他自己，啊，他自己。但真正完完结的不是二十大，二十大是跳板。 完结的是今年三月份，二零二三年的三月份，来完成他真正权力的梦想。从相当程度上，他完全蔑视、鄙视、蔑视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在他手里面什么都不是，但什么都是。所以，他一个人可以完全把共产党踩在之下，而用着共产党却压制了所有中共国民，所有除他之外，啊，除他之外。 那自此之后，他就谁都不会相信的，他没有没有任何人相信，只信他自己，信他的亲兄弟。那他需要老婆陪衬，他信他的家庭啊，可以这么讲，他信他的家庭，他要让他的家庭，让他挟持家庭，重新登到这个中共中国社会当中的最顶点。那为我,我为我一会儿跟大家阐述这个故事。那他他这个做法。 到了五月十八号，就成为了顶点。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说，你可以说，我不知道二这个这次两会结束是不是三月十八号，可以把它看成是两个月之后，四月十八、五月十八，两个月之后，他正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宣告西式王朝的成这个这个对外，而西式王朝对外，他对等了当年的大唐盛世。 啊，对等了当年的大唐盛世，引用了这个呃“海内存知己，天涯天涯若比邻”，讲的是这个。那呃万呃叫什么“万国朝圣”，他当然没有万国朝圣了，他却引用了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唐朝的盛世，而且是对外开放。那引用了丝绸之路去应对这个中亚五国，这这个是是是,是 OK 的，真的是 OK 的。 所以给他运作的人蛮有趣的，而他是来自于陕西的，他的爸爸埋在距离西安大概一百公里左右吧，几十公里是一百公里。他爸爸在那儿埋着呢，他爸爸的墓地上是无字碑，还没写字儿呢，没有写字儿呢，那是太上皇，但他没写字儿。那个无字碑出来的是当年出来的是武则天。 但他是无字的一个大盛大的墓地，那他自己在文在他受到打压的时候，去的是梁家河还是陕西？而中国的传统大唐盛世之地，同样是在西北，啊，同样是在西北，所以他用了这么一个隐喻的东西，在其中，在表现着他的真正的辉煌，就是他的辉煌，他个人的成功。 那很多人评论说，被他请来的都是独裁者，没关系的，啊，请来的，当你的基点落在他请来的人是独裁者的时候，你比较浅薄了。我坦白跟你说，你浅薄了。那浅薄的原因是什么？中国的传统的文明叫君权神授，君权神授是不是独裁者？这世界上没有两个人一样，没有两个人一样。 每一个人都可以被称其为独裁者。在讲述了民主的时候，拥有道德约束、拥有道德基础的民主那是对的。但是，一旦道德损失之后，那民主在在推崇着，在真正滋生着独裁者。民主的独裁者就在今天的美国发生的。美国的司法部、美国的 FBI、美国的 CIA、美国的白宫、美国的民主党，我们看到的故事的一切。 你看到了那一份，所有人都可以看到，特别看我节目的朋友，对不对？我们报道美国的新闻很多，你看一看他们对川普的态度，对一个人的态度，而这对一个人的态度，那是没有死刑啊，要有死刑，早给他老川普剁成八块了。那这个做法跟共产党做法有什么差距？它没有差距的，没有什么小巫见大巫的，全是巫婆，全是在邪恶的路上在奔驰着。 那是因为人们的信仰没了，所以在今天的中国的土地上，人们没有了信仰，便有了这样一切的基础。人们在唯利是图的奔波中，不择手段的获得中，没有任何人有能力能够抗拒今天的习近平，因为共产党被他装兜里。所以，当人们去骂他的时候，只能透显你的无能，因为在中国的社会中，经历了毛泽东。 经历了邓小平，那翻饼、烙饼、油炸馅儿饼都经历过。那今今天的新一代，啊，今天的五十岁往下的人，你们依然没有任何能力去抗争一个将要七十岁的一个这么一个人。今天登基，他登基的标志是彭丽媛儿。彭丽媛儿在他主政过程中，几乎后来就没有再出现啊。在他其实二零一五年之后。 就几乎没有再出现。如果说准确一点，二零一七到二零一八就没有这五年来没有再露面。那特别是在所谓的国事访问中，那习近平在获得权力之后，包括去俄罗斯，包括去这个呃当时参加的一个什么什么西亚峰会，呃彭丽媛都没有去。那本来如果他带着彭丽媛，他就 OK 啊，那是很很光彩的。但习李彭丽媛不去。 会促成了很尴尬的一个场面，而在昨天晚上，彭丽媛露面，这是国母的概念啊，这真的是国母的概念。彭丽媛露面，而他来访的人啊，来访的五国的首脑，我们没有看到谁带老婆。那中间站中间是有个女人在彭丽媛的身边，有可能是某一个人的老婆，有可能，但是呢，其他起码四个人没带老婆。 是不是他们没老婆？那我们不知道。啊，没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在没有夫人的背景之下，或者说人家并没有带夫人的背景之下，那彭丽媛以作为主人的身份与习近平共同亮相。啊，与习近与习近平共同亮相。而亮相的比较有趣的边是是那边站了一个女人。呃、啊，这很奇怪，旁边站了个女人，可能是翻译。 但是，那是个中国女人，她不该，无论怎么样，她不应该站在那儿。但是这里面大家要记住，这个凑的这个数啊，这是九个人，习近平站在中间儿，九五之尊来了五国，照相的领袖是九个人，他站在中间，给他干这事儿的人是把他当成皇帝玩的。 把他皇帝干的，你你没看来了五个国，那加上彭丽媛，他站在中间儿，那很有趣呢。彭丽彭丽媛是在他的左边，我我没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是在他左在他的左手边，应该是作为导演的人，就是给他办这事儿的导演的人和怎么站位的人，要给他从皇帝的角度，可不这可不是。 共产党的故事，这是共产党是他的手段，完全是以九五之尊的方式出现的。呃，奇怪的就是他的亮点就是最边上那个女人，那是个中国女人。如果翻译的话是没有资格的，所以这是故意的，凑这个数。所以至于说五国领袖来了多少，来了带了多少夫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习近平自我的表达。 那那他选在五月十八号，那五月十八号呢？这个日子呢？五幺八，对不对？那就是发财。那作为中国人，五就是我了，要发要发发死发。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很现实、很有趣的这么一段，这一个这一个数字。但这个数字比较有趣在哪儿？他是六月十五号的生日，距离他六月十五号的生日二十八天，二十八天。 那十五号，他是七十岁，他是七十岁，古稀之年。所以他为什么选在今天？他想过自己没有？想过没想过？他自己这天距离他的生日二十八天，四个七啊，什么意思？无论他怎么折腾，他都逃不出定数。你说他是否考虑的考虑过？这是。 距离他生日二十八天呢，我就我个人觉得不知道，有可能，因为二八二八，可能他反正不是三八就成，他觉得二八可能对于他来讲还 OK，对不对？那儿一个二八，这儿一个十八一八，还是三八，骂男人是三八那就够惨的，但他是这么回事儿，对不对？五月十八号，距离生日二十八天他就三八，所以既就也就讲说。 既有他自己所期待、崇拜的一方，又有他非常天意警示的一方。呃，我们跟大家说数字、说天数的原因就是谁也抗，谁也抗不了时间。时间是个神啊，时间是个神，时间决定了每一个人的生死，决定了天地间的大变化、宇宙间的大运转，决定了不同的空间。所以，时间是非常绝对化的。 那习近平落到了三八之上，距离生日二十八天，那选择了一个十八，那他自己一直把他定为一个九五五九五之尊，来来宣告习氏王朝的出现。那这有彭丽媛的陪殿，有他父亲的坟墓，那同时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呃。 有另外一个，就是他整个活动呢戴了口罩，啊，他他在途中途中的过程中下车的过程中曾经戴上口罩，而且经常戴墨镜了。那戴口罩的，呃，戴口罩的一个很大的缘由，代表这个背景环境，也就是说，在中国的大地上，再次疫情已经促迫使他戴上了口罩，呃，有着有着一种爆发的可能。 那他去雄安新区的时候，也去戴了口罩。雄安新区，那是为了确定大家知道，说他后来说话了，对不对？说北京不能是练摊儿的，北京不能是练摊儿的，它的功能要单一。我跟大家解释过，去雄安新区没有什么的，他是为了建北京城，而不是为了弘扬什么雄安新区。不是的，是要把北京城建成西式王都。他敢不敢搬到这个？ 紫禁城去保不齐的，呃，以他的故事，他是可以搬过去的。毛泽东不敢，他敢，啊，他敢，他是他他,他真的敢，所以这是他的目的。那去雄安新区来下达命令，重建北京城，是为这件事情铺垫啊，为为这个他在陕西西安的这段故事铺垫。而下面有一个有一个所有人没太注意的。 在五月九号，他的弟弟徐远平到了西安。他徐远平到了西安，这时候偶然发现呃，整个封路了，然后有有警车，有这个那个，有这个有这那个。其实不是的，弟弟徐远平到西安去检查哥哥要到西安在登基类似登基大典的安全部署。 习近平不信任何人，只信他家里的人，所以派了自己的亲弟弟在，在在九天前到了西安去踩点到了西安，来表示今天习近平十月十八号，呃，五月十八号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来表示从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连王晓红他都不信。王晓红是掌控了今天。 中共体制上下的，你讲大内总管也好，生杀大权，对内对外的所有的安全都就是，西式王朝的安全是由王小红来把握的，是他一手从福州带过来。但这个时候，他的亲弟弟去了，他的亲老婆，什么亲老婆陪他露面了，旁边挡着，旁边躺着是他父亲的亲父亲的吴字幕 那占据的是大唐盛世的西安，请来的是这个，呃，请来的是这个丝绸之路所所影响到的中国历史上的辉煌，西式王朝等同大唐盛世，重新弘扬中华民族的，呃，文明文化与它的强大，这个背书是这么个背书啊，是这个背书。那至于说效果， 同一天呢，呃，李浩石就那个 house 呃，据说被抓了。那个东西是杀一儆百的，啊，那个东西是完全是杀一儆百的。对于今天习近平一步一步展现自己王朝的过程中，不许任何人嘲笑，那必须封杀所有人的口。所以你看姜昆就把书捧起来了，对不对？那意思就是说他深深的懂得今天的中共国人。 只有共产党的手段能整治，没有其二，没有其二，所以是中共摧毁了中国人的信仰之后，那而中国人在这种自省中却没有能力自省，太多的人没有能力自省，塑造了这一份东西。那至于说习近平下一步怎么走，现在完全看他自己啊，完全看他自己。我看还有朋友骂他猪头。 但不多了，我就我个人觉得，当你再骂他猪头的时候，大家要想明白了，为什么今天的十来十亿十亿中国人，可以允许他如此的翻云覆雨，可以允许他如此的翻云覆雨，能够允许这么一个猪头任意左右今天的场面，这难道不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悲剧吗？啊，而在这过程中，你又认不清这背后的故事。 人说：“那为什么天意？呃，今天的中共国人，如果能你能意识到，这是因为失去了信仰之后的自然报应跟灾难，拒绝神佛之后的自然报应跟灾难，其实是好事儿。只有只有魔鬼式的共产党，才会任意左右失去神佛保佑的中共国人。而而这个东西。” 在今天的普世的概念中，是被绝大多数人嘲讽的。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